大家好，我学长，欢迎来到学长开箱。那学长的频道呢，每周四呢都会更新咖啡的一些新器材，还有一些小知识哦。如果各位喜欢精品咖啡的话呢，赶快订阅起来，并且按下小铃铛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这个东西呢，其实这么说吧，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最不适合初学者使用的滤纸，因为呢，它使用上面的难度呢，真的是不简单哈。它就是山羊，就是 Carfic 出的 Arbaca Plus 的这个滤纸哈。可以看到这个，这是 Plus 哈。之前的基本版本是这个橘色袋子，也是大家非常常用嘛。学长也非常非常鼓励推荐大家使用的这个叫做 Arbaca 哦，就是麻纤维啦，中文翻成麻纤维。那这个呢是 Arbaca Plus， 也是最近呢。Carfic 呢，这个公司呢又出了一个新滤纸，它滤纸是非常的多。那这个滤纸呢，实在是哈，我实话说，它取这个名字呢 ，Carfic 呢，就是山羊这家公司呢，可以思考一下，取这个名字会不会让很多消费者用起来有一点不太舒服哈？因为我们一般听到什么 Plus 啊，都觉得哦，好像是升级嘛，或者是觉得说应该要更简单用、更好用、更好喝。但是呢，他在发布这个滤纸的时候呢，使用了 Plus 这个名字呢，也没告诉大家说这个滤纸有多难。OK， 好，他只是说了哦，他好像风味上会更好。那确实啦，学长觉得他风味真的不错，但是他的难度哈，如果你使用习惯 Arbaca 就是橘色版本的这个基本版的哈，你可能会觉得 Arbaca Plus 怎么这样水给下去呢？原本 Arbaca 是很流畅嘛，哦，就不太会塞。流速很快，所以你的香气呢很舒服。但是用 Arbaca Plus 以后，哎，怎么我的水一下就淹上来了？淹的你不要不要的，淹的初学者呢教父教母的。那恭喜你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 Arbaca Plus 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滤纸。那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，那为什么这东西叫做 Plus 以及它的原理是什么？其实学长的话，我会觉得说 Arbaca Plus 呢，它就像是一个冰山美人。OK 哈，因为呢，你知道有内涵的、很特别需要你去关注的，需要你有更多功力去了解它，然后呢去追它，对不对？它通常呢，如果你追到以后，它给你很好的回报哈，那你可能会觉得哇，这种高内涵、高爆发性的美啊哈，喜欢。对哈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你这边可以试试看 Arbaca Plus 哦，因为呢，Arbaca Plus 的设计上面呢。你摸的时候就知道齁，它摸起来很细 ,OK。那我们看了一下官方资料，它告诉我们说呢，这个是麻的纤维嘛，不是那个木头的齁，以前我们滤纸都是用木头齁做成纸浆，这个是用麻的纤维来做的齁。但是呢，从橘色到这个绿色的 Plus 呢，它的纤维明显的这个是比较细比较滑，而且有点硬度的齁，而且薄度也薄了一点点。那它的纤维呢？事实上来说是铺的比较复杂、比较多吼，所以呢，我的水呢碰到这个纤维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被挡住，一时会过不去，然后会引发整个淹水现象的吼。但是呢，它的纤维设计又很厉害吼。如果我是用渐进式的，就是说慢慢的让我的这个滤纸呢能够从干一直进到全湿的过程，它不是。爆发性的，它是慢慢的哈，并且呢，你的给水呢是比较有规律的，好，比如说我就稳定的每一秒，假设是四梦 ，OK 哈，它的排水呢其实是很顺畅的哈。那这种利用滤纸呢，然后让你的排水不会太快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，就可以让你的咖啡风味呢得到一个很爆炸性的饱满度。所以哈，你如果你的控水能力很棒。哦，超棒了哦，各位神手！如果你的技巧很好哦，我就知道说我什么时候要大水，什么叫小水，我控制自如的话呢，其实这个 Arbaca Plus 的滤纸呢，它可以给你很好的风味表现。OK 哈，但是嘛哈，就是可贵就在这个但是上。哦，如果你自己知道说，其实学长不用说那么多，我就是一个初学者哈，我追求的就是感觉，不想搞这么复杂哈。那我个人建议哈，你还是用传统的这个 Arbaca 哈，橘色包装的哈。但 Arbaca 呢，这个麻纤维这个滤纸呢，它就像个邻家女孩，它对你来说很亲切。那你认真的充足呢，它的给你的回馈呢也是很正面的哈，比较不用
尔虞我诈啊，还要去去处理它，去思考怎么样去冲得更好。OK， 这阿巴卡呢，这个例子它非常简单，逻辑非常的一贯，不需要调整太多，也不太需要观察很多的粉相啊，或者说哦我的排水我要做到极限值，不太需要做这件事情，反正它就是一个字，就是顺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么顺的女孩呢，当然你追起来会觉得舒服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跟她交往的过程又觉得哇，真好，对她掏心掏肺，她会对我掏心掏肺，就觉得愉快嘛，哈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想要这种轻松明快哦，节奏很舒服的，建议你各位哈，就学这个橘色包装的阿巴卡。哎，如果你真的技术很好，你没有试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你充足技术哦，比你想象中的更好。对不对？你可能一旦用了 Alpha Plus 以后，你掌握了它，你可以 carry 这个局面，你说不定就哦，从此以后你的风味就上一个层次啦，哈、哦，风味更饱满，对不对？而且还可以炫技，为什么？因为别人就搞不定嘛，你就是搞得定啦，这个就是很爽。所以呢，虽然它如此的恶名昭彰，哈、哦，我个人觉得如果初学者啊，没有那个野心的人不挑战没关系，哈、哦，也不便宜，一包180是这个的两倍，但是我们都知道嘛。贵一定有它的价值嘛，吼！如果一个这么冰山美人的妹，吼，被你180泡到，哦，如果你可以掌握到它的秘密，把它弄得很好喝，对不对？180其实算一算也很便宜嘛，一张才贵一点点，一块钱都不到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高手，如果你是咖啡师，你就觉得说我的价值就是要表现，好，让我的风味更好的话，去让也蛮鼓励各位来玩玩看阿巴卡 Plus 的，吼。说不定你就是天选之人，就是搞定哦。OK， 那如果呢，你就是这么厉害哦，控水一流，泡妞功力一流，呵呵，那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学长你怎么样克服他的，你的参数是什么哦，学长来参考一下，说不定我们到时候做一个天选之人特辑哦，就是一群高手怎么样搞定这个绿植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学长开箱就说到这边为止哦。那各位有碰过其他的状况的吗？或者是一些有趣的绿植吗？好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咯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接下来介绍 VV 咖啡的合作伙伴 Cafec， 是日本咖啡器材专业品牌。招牌快流速的阿巴卡麻芯纹绿植是许多咖啡师的首选。最近针对户外需求提出的 Triton 咖啡分享壶，同时兼顾外出的防摔需求和手冲的使用体验，让你的露营不必妥协。详细资料可参考下方的资讯栏。